打埋二春辉煌，全部马不准备投档投唱，再次三班一千嘅短途赛，大热系一啊！王奇居，哦，你一跳出嚟，智胜时机慢咗啊，其他都平排出闸噶，前面快，中间危多福啦，咁外边咧有呢只佳运发啊，第三位中档勇创派对内栏第四灰马平海欢声啊，二春辉煌见到多马抢缩咗个尾三啊，外边英雄豪迈咧出闸慢咗紫色衫，暂时包尾内栏系智胜时机嚟噶，过咗呢个六百米段处啦，危多福就放噶啦，佳运发第二位，平海欢声第三啊，第四红衫咧就英雄豪迈啦，勇创派对响尾三啊，内栏尾二紫色衫系智胜时机啦，包咗落尾嘅马传热门系嗰只二春辉煌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正弯入直路，危多福占先一个身位，睇下到唔到啦，外边追嘅马有英雄豪迈啦，偷入边上仲有平海欢声啊，大我当二春辉煌上紧嚟啊，最后百零米危多福占先啊，内栏打跟上嚟有平海欢声啦，中间智胜时机啊，出边英雄豪迈接近终点，内栏穿上嚟赢系灰马呢只平海欢声啊，跑第二名蔡若翰，似乎智胜时机嘅机会大过出边嗰只英雄豪迈，不过咧就要影相。第四名埋边临尾有啲力弱嗰只危多福啊，结果头场赛事蔡若翰两只都响度啊，而头马系灰马嘅平海欢声跑第二名，智胜时机嘅中间啦，出边红衫英雄豪迈，第四名入边危多福。三号嘅平海欢声啊，临尾落飞啊，四点一倍啊，潘顿先拔头筹啊，第二名蔡翰另一匹啊，二号马智胜时机波件事，五号嘅英雄豪迈初出马跑第三啦，呢只系梁家将，第四啊，六号嘅危多福啊，好啦，咁啊，结果潘顿咁啊，先拔头筹啊，咁啊，马房亦都包 Q 喎，平海欢声最后就落飞嘅四点一倍胜出。嗰个智胜时机都受过阻噶，因为嗰啲鹰嗰只危多福一褪咧，佢要再转跑线出嚟嘅。睇头场赛事预计派彩，跑第一名系三号平海欢声，独赢派41蚊，位置派15.5。跑第二名系二号嘅智胜时机，位置派33蚊。跑第三名系五号英雄豪迈，位置派23蚊。跑第四名就系六号嘅危多福。连赢二搭三派262.5，位置 Q 二搭三派76.5，三搭五派52.5，二搭五派122蚊。二重彩三号、二号顺序派538蚊，单贴派345蚊。三重彩三号、二号、五号顺序派2420蚊。睇翻第四名张相，话危多福咁就入边嗰匹啦，出边啊大热门嘅二春辉煌啦，冇乜方足噶啦呢只马，系包尾啊上次咁啊，今次又赢啦。系啊，你外观出嚟好好睇噶，试习都好好。真系好难捉嘅呢只马，一千都未赢过，佢都系。咁又落飞41蚊，嗰只英雄豪迈都唔差啊！真系全程都几唔规矩啊，蚀位挨得到个第三喎。系嗰两只热门差啫，反而骑内又冇乜啦，二春辉煌嗰啲勇创派对都唔多。佢出售系唔慢嘅，不过可能见入边多马顶咧，佢系缩去后边。二春辉煌。系啊，咁啊，苏伟后边追翻又掟个大弯追又唔系好多。三拣一嘅预计派彩，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5蚊。四连环二号、三号、五号、六号派892蚊。
四重彩三号、二号、五号、六号上序，派21,145元。睇翻头场嘅巡逻影片啊！一出闸啊嘛，都好快啊！平海欢声啊，中间魏多福都要大力比嘅，外边加运发林场就比较大汗湿啦。而春辉煌都捉得好默默啊，焗住要留得再厚啲，形势又唔系太过好嘅。中间啊，勇创派对啦，全程就走得好蚀噶，啲英雄豪迈，但系翻到嚟都几硬啊！喺晒后边咧，致胜时机。時間咧公布出嚟就比標準時間就偏快啲啦，但今日咧係好至快地嘅掛牌啦，所以大家都留意翻咧少少調節翻個時間啦。單騎領放嘅就魏多福啦，翻到嚟直路咧，佢有啲即係阻到人嘅噃，咁一陣間咧直路都可以再望一望啦。潘頓就喺佢後邊嘅嗰只灰馬啦，後邊就波件事喎，依家仲夠位嘅。壓埋去平海歡聲，再壓落去致勝時機咯，哦、一隻帶一隻埋去。咁呢度所以嘅致勝時機要再轉位啊！但我當就宜春輝煌啦，始終都係孭住個135磅咧，佢啊冇之前追得咁好。頭場賽事多福榜完畢，位置轎牌彩二搭三牌76.5，三搭五牌52.5，二搭五牌122元。三揀一牌彩勝出最後係 A 一隔夜熱門派15元。二重彩三號二號順序派538元。四连环二号、三号、五号、六号派892元。四重彩三号、二号、五号、六号顺序派21,145元。分段时间头段12秒55，第段20秒94，末段22秒84。赛前剩时间56秒33。